轻轻的，没有你们的日子，山里的夜晚也来得更早，天也黑得更快。晚上我和爷爷在一起，窗外的风呜呜地叫着，从门缝挤进来，我好害怕呀。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能捡到这只纸飞机，就能读到我写的这封信。我盼着你们早点回来。